坐落台北市临沂街近巷近百年的老房子，悄悄地用阅读和大家交朋友。Hello， 我是燕妮，今天带大家来看的这个老房子呢，是屋龄大概有90年，它是过去日本高级官员的宿舍，现在变成了一个图书馆。那这个老房子呢，其日本殖民时代后期台湾所盖的老房子一样，它是和洋风的建筑，所以一进玄关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玄关盖得特别的大，而且呢地板上还有铺很多的马赛克，在当时是比较西式的，也算是比较时髦的。但是这个老房子因为现在变成了现代化的图书馆，所以很多在设计上的巧思，我们可以看到融合了许多新的创意，像是玄关的这个灯饰，我自己就非常喜欢，它用很多那种勾扎时候的碗，然后变成了一个灯泡，就这样子从天花板悬挂下来，我觉得看了也是非常的有感觉。弥漫浓浓快木香的老屋，每一处都散发着知性的质感。在这个主要的空间呢，现在变成了阅读区，我们可以看到有长长的桌子，摆放许多椅子，让来访的人可以拿一本书在这边轻轻松松的阅读。且假日啦，它就会变成一个讲座，有一些文学讲座啦、公益讲座，可以让大家一起参与，有浓浓的异文气息。在这边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日式的原厕，就是内廊的部分，室内跟室外可以串联一起，在室内呢就可以欣赏到外面的这些漂亮的树木啊、花草啊，真的会让人家非常的可以放松心情，好好的把这些世俗的烦恼先暂时的忘却一下。适逢微雨，适合躲在屋内挑个最舒适的位置。我觉得在这边特别用心、特别贴心的，就是它打造了非常多元不同风格的阅读空间。像我们现在所做的阅读空间，它就是比较西式的。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古董的牛皮沙发，旁边还有比较古董的灯具啦、地毯啦，好像换一个地方阅读，你就有不同的心情。那在旁边也是一样，你可以看到有沙发啦，还有抱枕啦，还有也是一样古董书柜，在这边真的有很多的古董书柜，所以在这边不止看书，我觉得看一些古董家具也是一种享受。好，接下来看的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区哦，这一区呢，当当叫做杂志区。那这个杂志区顾名思义，当然是在这边有非常多的杂志可以选择。那上面的这个灯也非常可爱，好像用机具在改装成吊灯。那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上方的墙壁呢，它用一些老窗花做了一些挂饰，那也是一样，就是在古典之中呢又融合一点点比较当代艺术表现的元素，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的。这里有4000多本书籍，一定有你最喜欢阅读的那一本。当然来到这个图书馆了，绝对不能不提到的就是这边的藏书啦。这边的藏书有4000多本了，那许多的设计方面的书在这里都可以找到。那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日本出版的一个19世纪的插画家的书，那里面就是详细的介绍这个插画家过去的作品啦，也是非常的精美。你看这样的一个风格也是许多人喜欢的，好像是有这种介绍丹麦手工艺品的书。其实在这边就是设计方面的书、艺术方面的书真的是蛮多可以选择的。也有很多人喜欢美食，这边有一些美食的书。来看这很多女生喜欢的马卡龙，这边有颜色非常缤纷的马卡龙的书籍，让你看了就觉得你非常想吃甜点。你看这个配色都好漂亮哦，主意好漂亮。你看光是这个书面的设计、封面的设计，哇，这边有很漂亮的插图来介绍一些巧克力的种类啊、来源啊、历史啊等等的，还有巧克力的成品，看起来真的让人食指大动。图书馆采预约制，一天仅开放3个时段，虽然令人依依不舍，还是到了告别的时间。在这里呢还有非常贴心的款待，就是在你阅读完许多的书籍在预约时间结束之后，满足了心灵的能量，在这边呢也会提供您胃的能量，就是给你茶点的款待，而且你还可以选择茶或咖啡。今天看来我选择了2样，还搭配茶点，谢谢你。那就可以让你在这里悠闲的静静的品味，在书香之余还有茶香跟咖啡香。百年老屋的阅读时光，在这里享受自己和书本与老屋对话。记者燕妮、庄俊浩采访报道。